在跟自己任何的贿赂一心和领主，在教会里头弟兄的任何的交通，我阿们，弟兄说我的孩子我女儿该上什么高中，为了服侍的方便教什么一个高中，结果我女儿啊一飞针上到这个更好的高中了，结果我女儿说妈怎么办，说我们放弃吧，我们再重来，就还是毅然放弃了这个，重新再飞一次，不愿上到一个很多教会。我知道这在孩子的心目中啊留下一个很好的见证，原来经历他这一生啊会被稳定在教会，因为他可以在这世上经历。那很多人在担心说没有学校念的时候孩子愿意放弃逃而来救这个离家近，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加入教会，因为他前面有榜样。那我对弟兄啊所讲的一切啊我都是阿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看见今天主把一个教会托在弟兄的肩膀上，弟兄说话就是主向你，你必须认真的去听弟兄们的交通，你向弟兄阿们，你就向着主阿们。你若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给弟兄，神的祝福向着你是不短缺的。我能够见证从我回来到今神没有恢复过我任何一件，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叫我忧心的。从前在世上我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存款，那我把工作辞掉全心就抱着，因为我所有的关系都在大陆，台湾是没有任何资源，但是我不愿意再回去，就把工作辞掉。从前的同事都说你一定死定了，这一辞掉你大概没有工作了，但是我就全心回到教会里，我天天仰望神。弟兄们也很担心啊，就说哎，你这样子啊，只有这一点点钱，吃完了怎么就没有了？像沙勒瓦的寡妇一样，啊，一瓶油一把面，你吃了就没了。弟兄还叫你选市长。我说，弟兄，这个选里长的事，既然你说了，我也会好好考虑。那感谢主，我还是在找到你寻求。就后来两个月，这个主竟然叫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来找我，到主科去工作，每个礼拜只做两天，加起来共四个小时的工作，周休五日，薪水跟从前在北京工作一模一样，差一文不少。孩子经过了升学的过程，现在儿子也住在弟兄之家，他天天羡慕的就成了不适者。女儿上了高中还没去就学，他就已经跟我讲他宣告不太要出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立刻我们两个就要进入空巢期，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很喜乐看到孩子一个一个成为服侍者，在教会里头这些孩子们从这个国小啊升上国中，就进入这个小五升小六就进入青少年，那这些孩子们啊他都与我们一同啊过同样的教会生活。这个我最享受啊，本周最享受的聚会就是祷告聚会，因为连小五升小六的啊也会跟我们小六生啊跟我们一起祷告，他们啊有五六十人，当他们啊像海浪一波一波的站起来祷告，我们大人是抢不过他们的，总等要等到他们歇息的我们才有办法祷告。那很多的这个小弟兄小姊妹啊，你就只听到声音，但是你找不到人，因为他太矮了，他走在人群里头就发出很大的声音来，但是你找不到他。那感谢主，这都叫我们的灵里啊都非常的受激励。当我们现在我们两 一家人可以一同奔跑主路，那当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听到我们自己儿子女儿起来祷告的声音，我们眼睛都要发亮，我们的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可以全家一同来奔跑主路。现在我们每天早上我跟大人我们跟孩子就轮流晨兴，我晨兴完了我就去叫女儿起床准备晨兴，她晨兴完了就叫爸爸晨兴。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开头。那晚上我们睡觉以前一同的祷告，有一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讨论说，儿子你带你的同学来，爸爸买披萨，然后呢人数呢你算两个我算两个。好，那
家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家都要做牧羊人。这样的一个交通实在是非常的实际，这样。
量的交通，叫我们能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主面前，让主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路，让人活出来，让人能看见，让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使人能荣耀神。